择等你来选择。如果您是单身或您身边有单身的朋友啊，您都可以现在就拿出手机拨打电话024-231-86789，或者是加入我们爱的选择的微信。当然了，在抖音上面啊，找聊台爱的选择也能够找到我们。叔叔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而且呢，这个谈吐间我们女嘉宾都很喜欢您。您得选一个，让谁先上来跟您约会？五号吧，来，我们看看五号的照片啊。漂亮，哇，天哪，哇，好精致啊，好美啊。这个有点冷艳，前一个那么的贤惠，相信他的性格也一定是多面性的呀。那是他呀，我还寻思是哪个明星小姑娘。你想不想看看他现在的样子？想，期待啊。来，咱们有请女嘉宾登场。感受生命的运动，我来自抚顺市树梅。欢迎您，阿姨。你好，主持人，跟男嘉宾认识一下。你好，男嘉宾。因为我看男嘉宾也挺优秀的，喜欢琴棋书画的哈。但是我和他爱好不一样，我是爱好练练瑜伽嘞，跳跳养生舞嘞。我是爱喜欢这个，但是我要给男嘉宾抻巴两下也行。也抻巴两下也行。我们这样，男嘉宾先做做热身运动，就这个时候咱们看看女嘉宾的短片好吗？来看看生活当中女嘉宾是啥样的。2001五号，孙女士，63岁，抚顺人，丧偶，有住房，企业退休，儿子已婚独立。舞蹈像我的生命一样重要，每一个动作或音符都能让我感觉到幸福。我就是热爱舞蹈的孙素梅。世界一痛吻我，我愿报之以舞。跳舞是我生命中无比重要的一部分，我每周都要上3次舞蹈课。身体的律动如同梅花抽芽，让花甲之年的我重新绽放出生命的热烈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是非常自律的一个人，我每周还会上瑜伽课，伸展放空，全身心沉浸其中，感受身体的运动。这也是这么多年我能保持好身材的重要原因。我对自己严格，但是对他人非常宽容，所以和我相处你会非常轻松。这么多年我终于有了专属自己的空间，想要找到一个人分享我的快乐。你是那个人吗？爱的选择，我来了。对呀，印度舞我喜欢看，就肚皮舞不喜欢。爱的选择，您来了，现场来呗，您给他撑吧撑吧。我撑吧，就是我搁家就这么撑啊。来，您跟他学一学，简单的动作来两下，撑撑腿。那你们舞蹈跳好跳优美了，多好看。男嘉宾也挺狠的，挺好、挺好。慢慢做啊，慢慢做，慢点啊，叔叔啊，别太用力。哎呀，就差劲，这人身体真行，真行，真行。再不就是搁家皮皮唱，皮唱肯定不行。哎呀，哎呀，天哪，好美啊！哇塞，横叉。没有练的不是瑜伽，那得有功夫。另外一个腰里还有一个腿的韧带，我就说这个腰也太好了，那个功夫相当深了啊，深不深？我讨厌那玩意儿。